动。你而是我，嗯、其实应该谢盈萱帮我们说了一切吧。哦，你说那个，你是说他那个，这么夯的剧，然后居然全员全军覆没，对啊，是有一点惊讶。凭良心讲，我有一点惊讶。嗯，一个都没有，那我们不够好吗？是不是？没有了，我自己当然还会有一点点失落，然后会觉得对所有的工作人员啊、演员有点不好意思，让大家满怀的希望，然后有一点失望，然后的来，本来想说哎庆功宴，因为我妈刚刚说啊你要去哪里，我说我要去庆，不知道讲什么宴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们要去 after party， 看挺麻的，听到自己发一跳。不是你们说，嗯，差一票，都是对。但我觉得，不管差一票还是差很多票，我觉得都是还是要继续点点点，我们可以写好。讲了很多遍了，你应该也知道，还是你要翻上次的剪接出来。对。好像评审也有考虑双蛋黄，我觉得无所谓啦，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，观众口碑真的很值。谢谢大家。我要跟有来吗？没有，我后来看到讯息，他说，在这里。我要接到哪里去啊？我有点累耶。反正他很可爱，就是再接再厉，然后一个爱心这样子。后来。脸好像有点僵，哪一个到最后的时候没有，我已经有点累了，不是我饿了，勒的是超级我现在就是还蛮平静的，其实就是光小姐下班了啦，对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下班，对，下班了啦。要讲的是陈雅兰发聘歌如白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，而且也是一个很棒的奖项，也是一个创举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果。然后，我们大家都很乐见这样的结果。然后刚刚在台下，其实我们其他所有的男主角们，怎么了？深呼吸吗？对，我们会再加油。我们这边谁觉得自己表现不好？举手。我们的表现都很好，但是别人的表现也很好，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次晚会，耶、yeah! ！